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何穗和程潇的牛仔造型才是夏天 C 位，超百搭，韩雪的好养眼。小编提醒，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，添加小铃铛。各位小仙女们大家好啊，说实话，广东最近的天气真的热得不行，即便是晚上出门也是汗流浃背，除非你要走进超市，在空调的温度下才能感觉一丝丝的清凉，真是太热了，每次出门都感到十分心塞。看着衣橱里的衣服，哪套才能净穿得好看又十分凉快呢？我掂量了一下，还是绝条一条半身裙加身，才足以证明我是个会穿搭又显得格外清凉的女生。 So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件夏日搭配日常又百搭的半身裙，那就是牛仔半身裙。牛仔半身裙比起其他半裙显得更加的个性和潮流，非常年轻的状态，不管搭配什么样的上衣都非常好看，且在感觉上也给人一种非常时尚的感觉，所以夏天选择它来搭配，不仅可以让你美出新高度，同时又非常的清凉，很不错哦。景时尚上头条，景景该营业的姐姐景景今天穿什么景，就连很多女明星都纷纷为她打 call， 不管是私服造型还是机场造型，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。程潇超身上这条牛仔半身裙搭配同款上衣，十分统一有个性，内搭一件图案非常好看，再配上黑色渔夫帽，轻松打造型机场 look， 时尚又魅力。宣露身上这条牛仔半身裙搭配白色 T 非常好看，在外搭一件粉色开衫，活泼可爱且不失甜美感，看起来非常大方。穿着一双小白鞋，简约时尚。孟美岐身上这条牛仔半身裙搭配天蓝色针织开衫，非常清新可爱，不仅十分显白，同时也很统一的风格，再带上迷你流苏包，非常可爱又俏皮。在配饰的选择上，她一个黑色墨镜加身，是身之大哥没错了，不要太养眼。看了几位女明星的牛仔半身裙搭配，你喜欢吗？真的百搭又好看，十分潮流又年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牛仔半身裙搭配什么样的上衣才显得十分百搭又气质呢？话不多说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都说夏天时节没有一件针织衫是不完整的，同是基础款的搭配更是不会出错。黑色背心针织搭配牛仔半身裙，性感的同时又非常高级，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非常满分，再配上一个橙色小方包，简约大方，轻松打造型街头风。有了这针织，又怎么能少了一件白色针织衫呢？ V 领的设计性感又好看，配上牛仔半身裙十分个性，再配上高马尾造型，少女感十足。在配饰选择上，再搭配黑色小背包，是今日份的初恋女神了。条纹针织搭配牛仔半身裙，打造型不一样的时尚风，再配上红色边框墨镜，非常吸睛，穿着一双小白鞋就很好看。在配饰的选择上，还可以搭配一个黑色单肩包，不管是手提式还是斜挎式都很不错哦。如果还想更有时尚感的小姐姐，牛仔半裙可以选择图案式的牛仔款，非常可爱又灵动，再配上格子鸭舌帽，明星风范十足。蓝色衬衫搭配牛仔半身裙，有种职业的感觉，但是选择休闲式的衬衫就会显得很有学院感了。蝴蝶结领带设计少女感十足，再配上白色细鸭舌帽，简约大方，黑色波点衬衫搭配牛仔半身裙，十分复古又好看，再配上黑色墨镜，小姐姐这是要度假的节奏吗？条纹衬衫搭配牛仔半身裙十分潮流，穿着一双黄色短靴很帅气哦，再配上一个中长发造型十分养眼，一字肩衬衫搭配牛仔半身裙性感又好看，再配上一条黑色腰带非常吸睛，在配饰的选择上再搭配精致首饰十分好看。如果想要逛街的小姐姐们，还可以再配上一款棕色手提包哦，非常方便，穿着一双小拖鞋也不错呢。对于怕晒的小仙女们，可以尝试叠穿的搭配法则，白衬长款衬衫外搭粉色 T 恤，十分少女感，配上拼接牛仔半身裙，
非常时髦， T 恤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常青的单品，不管搭配什么样的单品都不会出错。一件黑色图案 T 搭配开叉牛仔半身裙，非常显高显瘦又气质，再配上同款黑色鸭舌帽，轻松打造街头风。白色图案 T 搭配牛仔半身裙，非常简约大方，再配上红色边框眼镜，很吸睛啊。像韩姐身上这套搭配真的很不错，非常显气质。除此之外，在外搭的选择上也可以配上一款格纹西装，正式又隆重，再配上一个红色小方包，不仅为整体造型加分，同时也很百搭，时髦度满分。字母 T 搭配不规则牛仔半身裙，十分的有个性，再配上黑色边框眼镜，像极了大学生的感觉，再配上一个迷你版小方包，很年轻哦。在配饰的选择上还可以再搭配一个白色鸭舌帽，统一和谐又贴心，穿着一双休闲运动鞋即可。不得不说，一条牛仔半身裙真的十分百搭，不管搭配什么样的上衣都不会出错，个性潮流又很年轻。像刘诗诗身上这套造型，再配上蓝色格纹包，不仅不会出错，反而显得更加夏天，十分清新自然。何穗身上这条波轮牛仔半身裙非常可爱，配上纯色系白色 T， 简直就是低调的奢华，非常大方得体，很接地气的搭配。看了今天给大家科普的牛仔半裙穿搭法，不知道大家 get 了没？你最喜欢哪一种穿搭呢？欢迎留言给我哦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想要了解更多时尚美妆穿搭技巧、明星同款，关注我，一起变美。编辑董小姐，声明本文是原创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，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应责任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添加小铃铛不迷路。